你要不考虑换个人喜欢一下，考虑一下。算了，你好像要拒绝我，我不想听，换个话题吧。那你今天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？没有，就是突然想见你，但是没想到你心情不好，看来我来得很及时嘛。既然你不开心，我们下午不如一起去。去玩？去玩？想什么呢？心情不好，应该工作呀。很久不练舞了吧？下午跟我一起去舞蹈室，咱一起跳到明天。你怎么天天来我办公室？起开！我之前也总来啊，你最近怎么总针对我呀？有了小叶子就不要我了。啊，好伤我的心啊！能不能别演了？你跟小叶子是不是吵架了？看你这脸色，孤枕难眠吧？我要工作，你走开。兄弟，不是我说你，你都27了，难得有人喜欢你，你得好好珍惜啊。你跟女孩子吵什么架？下班买个礼物哄哄她啊。我凭什么哄她？我不。你看你这么犟，下班回家买个礼物，态度再好一点，立刻就哄好。哎，兄弟这么忙还过来帮你出主意的份上，上点心。我还有事儿，就先撤了。记住两个要点：态度、礼物。礼物？不可能。姐，你是不懂什么叫尊敬吗？你很希望我尊敬你吗？那么，郭阿姨，能让开吗？你说什么？不是你说了吗？要我尊敬你。没想到你嘴还挺厉害。但是我们没有打起来，我打架更厉害。你还不打算搬出去？到时候让阿姨赶你出去。一定会闹得很难堪的。先担心担心你自己吧，说不定在我被赶出去之前，你就已经被苏总赶出去了。这话又在欺负妈咪，我要告状。你是不是真的生病了？今天早上应该热吗？算了，不跟他生气，其实也不都是他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爷爷，太老爷，就是阿姨同情妈咪。爷爷，你怎么来了？是我给太老爷打电话的。所以，谁来给我解释一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您好，您是叶小姐的长辈吧？正好，你也是该带她回去了。他这样一直住在别人家确实是不太好，尤其是顾林，这是我们的事，和你无关。是你说喜欢小怪我才让他留下，你跟我搞什么？家里面住两个女人，你本事挺大。对不起爷爷。走，小怪跟我回家。
要是不想气死我，就跟我回家。好吧，我跟你回去。太好耶，阿姨就来是给妈咪出气的，你这不把妈咪带走了？我不要妈咪走，我不要。不然安安你跟我回去住几天吧。我不去了，妈咪你要早点回来哦，安会想你的。嗯，走。哦，怎么不跟你去啊？奶奶和张阿姨都好凶，安要留下来保护爸爸。来，绕过一片黄瓜塘 ，Peter 发现了一个人跪在菜地里收拾卷心菜。叶贤哥走了。妈，你怎么不敲门啊？我们出去说。我本来还想问你，打算什么时候赶走那个叶贤哥？现在他自己走了正好。那你和玲玲就下个月订婚吧。我不会跟他订婚。你要听我的话，我是你妈妈，我做的决定都是为了让你好。您这不是为我好，您只是想控制我。我是为了让你变好，你总是和那样的女人待在一起，你会变得越来越坏，坏的就和你父亲一样。你必须和顾林订婚，就下个月。为什么你们都想控制我的婚姻？您也是，父亲也是，我到底是您的孩子还是您的工具？不许把我和苏关山那个畜生相提并论。奶奶怎么会打人？爸爸疼不疼？阿哥哭什么？爸爸，奶奶不是你妈妈吗？她为什么要打你？你和妈咪从来都不舍得打我。因为她不爱我。为什么爸爸你这么好？老师说过，世界上不会有父母不爱自己孩子。真是我不值得陪爱。爸爸，永远都爱。阿姨，早餐做好了，可以下来吃喽。我做了您最喜欢的三明治，还有咖啡。你可真勤快啊！